有请上山生为我们带来《灌篮高手》的经典曲目《直到世界尽头》。这已经是25年前，刘三丰樱木花道，我还去做球衣，然后自己穿。当那一把吉他一刷出和弦的时候，把我们带到了梦开始的那个时候。自分もロックという音楽を諦めずに頑張ってきて、結果今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、スケートボードを頑張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頑張って諦めなければ、いずれ叶いには叶う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。スージュンシュークランジャイ。周杰伦领队，今天J Team 的领队阵容有点不一样啊，有种又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好的，因为呢，苏豪在这个新的准备新的一季 NBA， 我们这次请到同样强大的国家队易建联。其实易建联其实之前是我们的成员，然后我们就让连连过去帮一下他们。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，来来来说一下阿莲为什么。首先谢谢周董的演唱会门票，真的。当然跟龙骑士也是之前很好的感情，所以今晚龙骑士加油。J Team 必胜。很漂亮，可恨，恨的。OK，
今天将是终极对战之前最后一次名额争夺战的现场，本场一共将产生12个决赛晋级名额，如果一方阵营最终争夺到的名额不足3个，意味着你们无法参与3对3的比赛，整个阵营都将团灭，无缘总决赛。第一轮比赛规则，阵营球员需组成3支固定小队， J Team 每队3人，龙骑士每队4人，3支小队各参与一场3v3对决，分别争夺2个、3个、4个晋级名额，本轮共诞生9位晋级球员。第一轮我们将进行3场3v3比赛，赛前双方阵营的球员们都已经自行完成了组队，有请双方领队先介绍你们的对阵球员。 J Team， 好，我们出场的顺序哦，陈俊，好，还有冯汉普，还有钟显超、佛山林书豪，好，我们其实压根没有想让我去争那个第2个名额那个队伍，这场我就想另类一点，非常大出入，因为今天他们这套首发阵容平时是很少一起打球。我们开始是想朱远超肯定是会打四，可能是叫鸡贼一手，可能他们是挺想获得2场的胜利的吧。我们是杨浩哲、黄子恒、唐日辉、小东。其实我们所有龙骑士的成员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要赢下所有的比赛。他们派出阵容其实我们是完全不害怕的，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体力问题啊，因为他们有4个人可以换，好，我们只有3个人。球开球权，好的， J Team 的球权，好的， J Team 先发球，注意10分钟的时间。钟显超上来险些一个2+1啊！看来球员已经为这场恶战准备好了体力了啊！蓝色，谢谢谢谢蓝色。2发不中，但是 J Team 还是抢了2板，孙振俊给到钟显超，哎，